我百花门总有一天会攻上燕山，一雪前耻。不要天天只想着打打杀杀，可以关心点别的，比如燕山美男排行榜。燕山派大师，号称燕山之刃，果然是燕山之刃，就是个武痴。月姑娘腿脚不便，得罪了。辛苦赵师兄了。不辛苦。燕山派的二师兄顾玉兰，号称燕山之智，我蒙着面都能认出我。我闻得出你的味道。无知狗呗！不看就是燕山智障。哎呦。那个呀，便是君位期。嗯，那我就杀他。被女人打的感觉真的不一样。难道这是天意？那是上天安排他来找我的。那头绪我刚吹过，那岂不是说他在欺我？月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父母身子弱，你可别起什么歪心思。倒是想起什么歪心思。你啥意思啊？我不是怕你顶不住诱惑吗？玉玲了。一心，我想你了。看着我。一心，我心里一直想着你。记着。一心，被你打了之后，我仿佛就找到了生命的意义。这不是伤，是幸福。看你啊，也号称燕山之剑吧。送给你的贺礼，这是金子，我的全部身家。